断尽是真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见识烦恼一断，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好像做梦醒过来了啊！醒过来什么境界呢？四圣法界啊，佛、菩萨、辟支佛、阿罗汉，这四种法界现前，这四种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呢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他迷在见思烦恼，见是你的看法全看错了，思是你的想法也想错了，佛教学把它归纳，为了方便起见，把见思烦恼分为五类。见错了，第一个身见。把身当作果，错了，身不是果。为什么？我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身体会有生灭了。要晓得不生不灭才是我，生灭不是啊。那是什么呢？是我所有的，像衣服，衣服不是我，我所有的。我不愿意穿的时候可以换一件。人在六道里的身体，六道里的这个身坏了，换个身体。我永远长存呐、这个要搞清楚啊。那么有人说，灵魂是不是我？灵魂是我，但是他不叫我，为什么？他迷惑颠倒。他迷了所以灵魂这两个字有问题，不能叫迷魂迷魂。孔老夫子说得好，他在《易系辞传》里头讲游魂游魂为变，这个讲得好。为什么？他速度太大你比如像我们在香港要到美国，他一年之间才得到了他们有障碍，而且速度非常快他们有身体所以应佛家讲叫灵性，就是自信，灵性是我那学佛的终极目标的时候，就是你见性，你见性就成佛了这个是我，要搞清楚身决定不是我，决定不要随着身起贪嗔痴慢，那就造罪业了身也帮助你修行正果，就看你怎么用它你要善用好，是佛菩萨，是圣人；你要错用它了，六道凡夫或者是三恶道众生你搞贪嗔痴慢那还得了那不得了所以这第一个错误的看法金刚经上教我们上半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绝对正确，这个看法正确后半部就讲得更高了不但相是假的，念头都没有，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念头都不起，这对第二个错误的边界，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相对对立的讲长就有短，讲大就有小，讲真就有妄，讲善就有恶，这相对的，相对是假的通通等于零这个世界没有相对，没有相对就告诉我们什么？是体相对是分裂的一体具足万德万能你讲善是一部分，讲恶也是一部分，都没有讲到全体所以边界破这种执着不再执着了，知道万法一体，万法一如万法通通是自性变的，这古人说一静作气，气气皆静你从气上看不同，你从体上看完全相同所以佛教我们
要从相上去见性，那就对了。那我常常用电视屏幕做比喻，电视屏幕是自性，屏幕上现的这个色相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十法界。那现在呢，现在心相是融在一体，但是你要会看啊，这里头相生灭，屏幕不生不灭啊，你要能从相上看到不生不灭的屏幕，那就叫见性了啊。所以相上不要执着，相上不要分别，就见性了。对于相上一见马上就起分别，就起执着，这就是各造轮回业，你在制造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永远不会在你面前消失啊！你就是生死了之后，那个迷魂，迷魂出不了六道轮回啊。灵性不在轮回，灵性是自性啊，这个要搞清楚，我们就样样放得下，我们要搞真的，不搞假的啊，这就对了啊。那么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啊，他也是用阿赖耶识，我们用阿赖耶识用错了，都用不善的这一面。四圣法界是清净啊，净，六道轮回是染污啊，染污里面有善有恶，善有三善道，恶有三恶道，三善道三恶道都是六道轮回没出去啊。所以阿罗汉修清净心啊，心地清净，没有善恶，他超越了啊。但是他还有分别，他还有无明，无明人起心动念，必须到不起心不动念啊。我们眼见色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没有起心动念，这叫佛知佛解啊。起心动念了，就不是佛了，菩萨了有分别执着是凡夫啊。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练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真修行啊。就是要在屏幕上这个相里面啊，动画的相里面看出它不动的本性，这就成功了啊。然后你对于动跟不动都得大自在，为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吗？啊，那是什么？自然现象，自然现象也是假的啊，自性里头没有的啊，只有一念不觉，这个现象才出现。一念觉，这个现象就断掉了，就没有了。断掉之后是什么现象？常寂光。啊，所以你看，净土法门最高的一层常寂光。啊，完全融入常寂光，常寂光就是法身，就是一体。啊，像我房间十几盏灯，通通打开了，光跟光融在一起。啊，分不开了啊，这个时候智慧圆满了。为什么？我还东西很多东西没有学，他们都学了，现在都变成光融在一起，所有人学的我统统都沾到光了，全都在我这边了，妙极了啊！啊，真正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啊，真的大圆满。这个时候才能真正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时间没有了，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空间没有了，没有距离啊，一片光明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所以佛现前给我们看，佛从哪里来的？楞严经上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讲得这么好，
他没有来去，他没有跟我没有距离呀。啊，所有的一切佛、菩萨、神明，啊，一切众生，给我们通通都没有距离。啊，如果有距离，那个麻烦是他没有距离。所以只佛菩萨只是帮助我们回头是岸，啊，回头从来回头，从起心动念回头，别起心动念，从分别回头，不要分别，从执着回头，别执着了，那就是圆圆满满本来是佛，啊，回归到你的本位了，你真的大圆满了。啊，这个里头学习的气味无穷啊。啊，就是一部经。啊，那么多经，那么多经都是一部经。一部经就包含一切经。你喜欢哪样就选哪样。任你评选。啊，众生选我这个好啊，比他那个好啊，不知道是一样。到整个修进去之后，哎呀，原来是一样的，所以才知道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你看一句阿弥陀佛都通了，那我再问，我念耶稣啊，能不能通？能通，用什么都能通啊。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啊？法是没有障碍的，法法圆融啊，所以。大乘教常说会的哪一法不是佛法，所有宗教全是佛法，所有的神圣全是阿弥陀佛，不会的呢哪一法是佛法啊？华严法华无量寿经都不是佛法，不会嘛，你分别嘛，你在这上分别执着嘛，你不会嘛，啊，那就把它变成世间知识去了，错了。啊，它不是世间知识，啊，它是不可思议，真正是微妙法。啊，你懂得这个经是微妙法，这个名号是微妙法，然后知道世出世间所有一切全是微妙法，没有一样不是微妙法。心开意解呀，得大自在呀。法喜充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